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，由人民选举之立法委员组成，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，并监督政府施政。自民国十七年立法院于南京成立，民国三十九年在中山堂复会，民国四十九年迁入中山南路县治，历经台湾实施地方自治、解除戒严、开放阻挡、两岸开放交流、国会全面改选、总统直选、政党轮替，加入 WTO、参加 WHA 等国际组织，走过九十载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，奠定民意优先、自由台湾的立国基础。民国九十四年，总统公布宪法增修条文，立法委员自第七届起减为一百一十三席，任期由三年改为四年。第九届立法委员选举于民国一百零五年一月十六日，与中华民国第十四任总统、副总统选举同日举行，共有席次一百一十三席，包括单一选区七十三席、原住民六席，以及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委三十四席。当选委员于一百零五年二月一日宣誓就任。并互选出院长、副院长。秉持着宪法赋予的神圣使命，全体立法委员肩负民意，为民喉舌，透过会议的讨论及决议，监督行政，制定良法，为全民创造最高福祉。依据《中华民国宪法》增修条文第四条规定，每县市至少选出一席，台北市划分为八个选举区，选出八席立法委员。新北市划分为十二个选举区，选出十二席立法委员。桃园市划分为六个选举区，选出六席立法委员。台中市划分为八个选举区，选出八席立法委员。台南市划分为五个选举区，选出五席立法委员。高雄市划分为九个选举区，选出九席立法委员。新竹县选举区选出一席立法委员，苗栗县划分为两个选举区，选出两席立法委员，彰化县划分为四个选举区，选出四席立法委员，南投县划分为两个选举区，选出两席立法委员，云林县划分为两个选举区，选出两席立法委员，嘉义县划分为两个选举区，选出两席立法委员，屏东县划分为三个选举区，选出三席立法委员，宜兰县、花莲县、台东县各为一个选举区，各选出一席立法委员，澎湖县、金门县、连江县三个选举区各选出一席立法委员，基隆市、新竹市、嘉义市各为一个选举区，各选出一席立法委员。依宪法规定，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选出三席立法委员，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以政党名单投票选举，由获得百分之五以上政党选举票之政党以得票比率选出三十四席，各政党当选名单中妇女不得低于二分之一。
立法院是台湾民主政治最具体展现的地方。立法院设院长、副院长各一人，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，院长担任院会的主席，纵理院务。立法院至秘书长一人，承院长之命处理院务，旗下至副秘书长与相关幕僚单位，支援委员问政及办理各项行政业务。立法院设有八个常设委员会，每位委员只可参加一个委员会。常设委员会审查院会交付之议案及人民请愿书，得邀请相关部会业务报告并被质询。另设有四个特种委员会，处理院内特定事项。立法委员任期四年，连选得连任，但不得兼任官吏。在院内享有言论免责权，除现行犯外，在会期中非经立法院许可，不得逮捕或拘禁。立法院有议决法律案、预决算案、借解言案、大赦案、宣战案、媾和案、条约案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之权，并透过听取总统国情报告、补选副总统、提出修宪案、领土变更案、追认紧急命令、提出弹劾案、罢免案、处理复议案、无信任案、行使人事同意权、审查行政命令与国会调查等职权，展现民意。通过。在每年的二到五月、九到十二月两个法定会期里，委员们努力地审议各项法案。休会期间，如果有四分之一以上委员的请求，或经总统咨请，得召开临时会。立法程序，提案会先送到程序委员会，审定议事日程提报院会，在院会中朗读标题进行议读，即交付委员会审查或进覆二读。委员会审查议案，得依规定举行公听会，遇有争议，依法可透过党团协商整合意见。议案二读时进行广泛及逐条讨论，审议结果可能通过，也可能重复审查、撤销或撤回。仅法律案、预算案需三读一决。三读会除发现议案内容相互抵触，或与宪法、其他法律相互抵触外，只能做文字修正。行政院对立法院议决通过之法律案、预算案、条约案，认为有挚爱难行时，得经总统核可，移请立法院复议。立法院受理人民请愿案，以保障人民权益。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，立法院努力落实各项国会改革政策，让台湾在民主道路上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。立法院设有专责幕僚单位，从事有关立法政策、法律案、预决算案与外国立法例、国会制度、议事运作等之研究、分析、评估、咨询事项，不仅在立法品质与法案审议数量上有显著提升，更不断改革民意沟通协商平台，朝向越来越优质的国会迈进。立法院也善用资讯科技，建构完整的议事、公报、法制、预算、选民服务等资讯系统，透过遍布全国的立法服务网，有效提升立法院的行政效率与委员的问政品质。民众只要连上立法院全球资讯网或是立法院 APP， 即能随时掌握立法院的最新动态。国会图书馆网站则提供委员们各种立法资讯服务。同时，为了与世界同步，立法院也加入全球法律资讯网，随时跟世界各国进行国会资讯的交流与分享。国会外交是透过立法院院长、副院长和委员，
与外国国会、行政部门、智库及国际组织相互交流，以整合外交资源，协助政府拓展外交舞台，积极参与各项国际组织活动，为台湾赢得更多的国际友谊。近年来，除以协助促成多国给予我国人免签证待遇，并致力推动签署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，同时透过各国国会发挥可观的影响力，肯定我国在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经济发展及回馈国际社会方面的亮丽表现。国会是反映人民意见，以捍卫人民权益的民主堡垒，落实透明、开放，追求公平正义，尊重多元价值，是全体委员共同的目标。让我们不分党派，一起改变国会，让民主的力量持续壮大，携手打造一个专业的新国会，让立法院成为推动台湾新政治的民主典范。缅怀过去，展望未来，立法院永远是国家进步的关键力量，是社会繁荣、民生乐利的重要推手。让我们倾听人民的心声，让民主的光芒照亮台湾每一个角落，更让全世界看见台湾。